彭佳明，欢迎收看《职场达人秀》。大家总是说呢，鲜花在盛开的时候是最美丽的，但是花朵总会有凋谢枯萎的时候，要怎么样留住那瞬间的美丽呢？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行业呢，它是一个艺术师，也是魔法师，可以让花朵维持永恒的生命，凭着一双巧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您猜到了吗？就是艺术压花人员。今天就跟着政委的脚步一起去采花吧。这是个整天沉浸在花草世界的行业，也是赋予花草新生命的工作。你能够想象干燥花可以变化出哪些东西吗？项链、镜子、立体压花等等。艺术压花师只要发挥小巧思，就能够轻松创造美丽的艺术作品。Hello， 大家好，我是连政委，我现在人在花市里面，今天要体验的是压花制作师。不过跟我约好的一位李老师，我找不到他哎。跟你讲，他一定是觉得说啊，要来体验的主持人是个女生。跟你讲，我要找到他，吓他一跳。李老师，李红娘从事压花设计工作经验将近30年，在花艺界颇负盛名。不仅开创国内立体压花技术的风气，也出版多本压花设计书籍，设计作品深受国内外爱好花艺人士的推崇。压花艺术创作的精髓在于让花朵美丽再次重现，因此在制作前必须先对植物的属性、生长习性、栽培环境有基本的认识，才能够依照花卉不同的特性制作出最生动的设计。老师，花市里这么多花，每一种花都可以做成压花吗？对，大部分的花几乎都可以，因为我们的花有些水分比较少，有些水分比较多。那像我买的这个是单瓣的，那水分就比较少。那这是复瓣的，它要压制的时候要去分解，那水分就比较多，它的处理方式不同。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啊，选花从比如说水分啦、颜色啦、花瓣啦、季节等等的，都是一门学问呢。那观众朋友试想看看，这么多种花可以压出怎么样的压花呢？好，我们花材呢已经采买完毕，我们准备回到工作室压花喽，走，走吧。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老师的工作室，在做压花之前，我们要先了解用到的工具有什么。我们的基本工具有木板、海绵、棉纸、吸水板，还有镊子、胶、剪刀、刀子，那要绑紧的袋子，还有密封袋。是，那我们就赶快把刚刚买回来的花做成压花吧。好，那我们刚刚买的这个护瓣花，这水分比较多，那我们要来先做一下处理。是，怎么处理呢？就是把它可以一片一片剥下来压，那也可以把它剪下来之后，就是把它剖瓣分解。好，老师，我们就边做边讲解。好，所以先拿剪刀，我们可以剪长一点的大作品。做比较小的，我们就剪短一点，然后选择有大有小，这样做出来的作品就比较活泼一点。好，那我们截取出来之后，接下来第二步骤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是要压花工具的木板。好，木板要一片两片，一片就好，放在最下面，然后要有一片海绵，还有一片海绵，放在海绵一片，一片，对，拿多了。好，然后棉纸，棉纸它要吸花的水分，然后所以棉纸是吸水的功用。对，棉纸是吸水的功用。那海绵的作用？那海绵它是给厚薄度不同的花，它都能够压缩住，有那个弹性。好，那我们这个是护瓣花，那它水分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这个花瓣。觉得比较多余的，还是你觉得好像有点焦焦的，先把它整理掉，然后也减少它的一些水分。中间或者是说外围都可以先把它取一些出来，
哦，减少它的水分负担，然后我们就是利用这样整朵的层次，好，利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压出一朵正面的花。像这种怎么办？那个我这个要怎么办？那像这个比较，我们算侧面花，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比较正面花？那正面花的话，就可以像这样子压压出来，就正面的感觉。然后这个花瓣就多了一倍，它水分就不容易出来，是水分负担比较多。那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把它破瓣，把它这个茎部跟花瓣、花托都把它破瓣。那一朵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两朵的哈设计，好，然后破到花托的时候哈。就要小心一点，花到花瓣的地方，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它扒开就好了。好，它这样的弧度会比较漂亮。然后里面多余看不到的一些花蕊啊，或者是碎碎的花瓣，我们也可以把它扒一些掉，好，减少它的这个水分负担，然后就直接摆在这个棉纸上就好了。所以我先把这个花瓣可能不完整啊，或是有受损，先把它剥掉。老师说从中间，把它这样子撑开一点，好，然后把宣纸打开，所以把它盖起来之后，然后就是吸水卡，它会能够很快的吸刚刚我们放上去的那个新鲜花的水分。重复一层一层的，那如果做完我们就把木板压上去，那接着我们就是要把它绑紧，因为压花嘛，那你就是要整个把它压扁，那我们就是利用两条这个带子，这个是对，就左右，它的力量平均在左右，好，可以放下去了，然后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扣环把这个绳子整个扣起来，然后要用力压这个绳子，要套进去这个扣环里面。对，然后压，用力压，整个把它压到尽量是没有弹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判断那个花材的厚薄度，来绑到它的适中，那基本上是越紧越好，通常都是越紧越好。对，然后绑好了之后，像这样我们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绑得很紧很紧之后，然后就。再把它装在这个不透风的袋子里面。照理说，干燥花或者是让花这个比较没这么多水分的时候，不是应该是放在通风的地方吗？不对，因为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干燥纸？对，那你暴露在空气中的话，它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对，那我们一定要找个密封盒或密封袋，把它放在里面，让它的吸水卡吸花材的水分。就是不要有空气进去，那这个袋子是几乎是不透气的，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封口。所以其实 不一定要这种袋子嘛，只要密封盒或任何一个密封的东西都可以。对对，就是能把我们刚刚操作的这样的东西跟空气阻隔起来就可以了。那我们有那个密封袋，然后再用密封夹条把它整个扣起来，这样空气都进不去，这样子就好了。对，那可能放的以我们刚刚的花材大概三四天，那水分比较少的可能两三天就干了。它平放还是立放都可以，就放在柜子里面。李宏良老师凭借着多年的花艺经验，对于每种植物的特性不仅了若指掌，还创作出各种令人惊艳的压花作品。好，那我们的干燥压花的这个部分，花材部分呢已经完成之后，是不是要开始做成品了呢？对，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压制干燥的压花，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作品，就是食用品啊，或是一些壁画，或是一些戴在身上的漂漂亮亮的东西。这真的已经完全跳脱了我对压花制作成品这个工艺品的一个想象的境界，什么都可以做。你看月历啊，有没有用的？到你叉子啦，对不对？到身上 bling bling 都有。那比如说我这个初学者想要做的话，到底要做哪一个好呢？我们的压花的东西会依各种不同的程度来编排这个课程。那有比较困难的，然后有一些比较简单好操作的。那如果仲伟要做，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们比较初级后面的课程了。也没有很简单。不过我相信仲伟太聪明了，太厉害了，一定能够把这个小小的这困难的小月灯能够做得很好的。跟你讲，这种东西啊，难不倒我，好不好？看我的。是因为这股对压花的热情与执着，使得李宏良老师的作品处处可见独特的巧思与活力的展现。
由于每件作品都是创作者手工精心制作的心血结晶，因此压花作品的价值性不仅是独一无二，更是深具非凡意义。我觉得这压花，我才刚开始就遇到瓶颈。我怎么觉得才两只东西在上面，我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摆了。这个，不用急，没关系。其实很简单，这些花，因为我们压出来都是比较大型。那你像这样子的叶子，它有很多分叉，那我们可以用剪小剪刀剪一些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叶子出来，比较长的一些，比较短的哈，剪出。我们要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那种感觉来做排列设计，会比较自然一点。所以摆成小的，全部剪成小的。可是然后呢，我还是觉得它就是你知道，就是散在这里啊。那我们可以先有一个概念哦，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东西，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好像有草地的感觉，像这样子的感觉，像这样草地上。好像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花的颜色在地面上，然后又有那一种树丛的那个背景，用这样子自然的那种观念思绪去延伸你的创意，是很简单的。所以是取材于天然，然后你作画的时候、创意的时候也是朝天然方向走，就会更生动，就对了。对对对，然后我们本身都有一些美的概念，那你可以利用那样子美的自然的一些自然界的色彩来做搭配，所以搭配起来一定是很简单。老师说的很简单，我跟你讲，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跟你讲，我再试试。可是呢，在这个同时，老师刚刚已经讲了大概说构图是怎么样。可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那比如说配色呢，还有比如说选花的种类呢，还有层次呢，这些技巧要不要先偷偷的透露给我知道？可以呀、因为我们压花的部分它是平面，那你可以多重叠一些，然后有亮有暗。的重叠，它就会制造出那种有层次感。那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叶子，它有一边会比较深，有一边比较浅，然后我们像刚刚剪下来的长长短短，用这样子一个地面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们喜欢的这个作品，你要表达的主花，我喜欢是红色的，那我就拿红色的花来当成主花，那它是一个焦点花，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小花，这是那个晚睡花，它小小的，很细很柔。那您刚刚讲到那个层次，那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叶子啊、主花，这个小花都可以把它夹杂在这个花与叶的中间，就会显现出那一种层次感。然后我们找一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来做搭配。那如果说觉得颜色不够亮不够，那我们可以再找一个跟红色能够搭得来的绿色，那整个作品是比较鲜艳一点的感觉。所以好，需要换我正式开始啦。可是我刚刚在做的时候，我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啊，你要去构图啊，去设想的时候，真的非常困难。可是像老师，你在压画的时候，你的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因为平常就是喜欢出去外头玩啊，那喜欢去比较自然野外啊，然后我会拍照回来，透过这些照片，的一些记录，来做一些我的创作。而且在台湾的话，也到处都有一些我们计划我们做创意的一些事物啊，一些高山啊、海啊、溪边啊，这些都是我创作的灵感。说到旅行啊，我知道老师还有些特别的经历，你是不是去过日本跟荷兰进修过？对，在日本大部分都是学习压花，那在荷兰是特地去学习那边的一个欧风特色的花艺设计，那跟考那边的花艺专业设计师。
听完老师的学习经历之后呢，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对艺术压花也有兴趣的话，职训局有提供相关的花艺课程，也是一个学习的管道跟途径哦。为了让自己的技术不断提升，李红娘老师除了早期远赴日本、荷兰进修研习之外，更为了推广台湾的艺术压花制作，常到各大专院校及活动会场担任讲师，在台湾向下扎根。老师，你看人家做的怎么样？哇，太美了，色彩很活泼，很漂亮哎。不过我觉得哈，这个蓝色的哈，只有两朵，可能会觉得那个太对称。那如果说我们再把它补一朵，啊，补一朵在这个下面的地方哈，然后这边黄色的花跟红色的花下面，这边再加一点点绿色的叶子，将会更完美。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接着贴这个小夜灯的胶膜，好，那就是我们把这个自粘胶膜哈，这个胶膜压在这个我们构图的纸上面，然后把空气哈，就是把这边的空气推出去，手哈可以把它推出去，推出去这样子，对对对，都往外面，对，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多余的胶膜哈，把它修剪掉。那修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装在这两片哈，这边有两片透明的亚克力片，好像大了一点，那可能我们再修一点点。好，我们试一次。对，把它放进去，然后就刚好把它放在两片透明的亚克力片中间，然后把它扣紧，这样就完成一个哇，超级实用又超级美的小夜灯。哦。我的艺术压花小夜灯大功告成咯。艺术压花的价格往往难以衡量，由于每件作品都是创作者手工精心制作的心血结晶，因此压花作品的价值性不仅是独一无二，更是深具非凡意义。投注最多的热情在压花制作是李老师他的坚持，设计出令客人满意的作品是他不断追求的工作成就，更证明了这一份专业所获得的肯定他的价值所在哦。那在压花上面，他也许像现在政府在提倡的文化创意产业，其中的一个项目叫做创意生活风格，我们讲叫做 lifestyle， 都可以朝这方面发展，包含像婚顾公司或者是这个相关于花艺造型的公司，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比较精致巧思的一个创意的设计。可以让花朵延续生命。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压花艺术师的工作，今天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文化大学创意产业中心的主任李新龙李老师，老师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接着呢是中华民国压花艺术协会的会长新明立新老师，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想先请问一下新老师哦，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这个压花艺术师的话，我们要具备哪一些的入门条件？那么学习的时间要有多久呢？我们要具备的条件就是有对植物学的认识，还有花材的认识，跟那个色彩，然后利用那个色彩来继续自己的那个技能。初期的话是两个月为一期，然后自己还可以不断的提升，自己去进修。这样子大概一年。那来学习的大概是怎么样的成员？哦，学习的多元化，比如说年轻，还有职业妇女，二度就业的职业妇女都有。那我们想问一下李老师，我们学习这压花制作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就业管道呢？其实目前台湾整个是变成非常多元化的社会，然后在专业知识上各个领域都必须要有跨领域的专业。那在压花上面，它也许像现在政府在提倡的文化创意产业，其中的一个项目叫做创意生活风格，我们讲叫做 lifestyle， 就是生活风格或创意生活风格，都可以朝这方面发展，包含像婚顾公司或者是这个相关于花艺造型的公司，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比较精致巧思的一个创意的设计。那除了就是初入行的之外，有没有也欢迎一些二度就业的朋友呢？当然除了这个
这个在工作上面我们有梅开二度的机会啊，那也很欢迎许多这种在中年转职或者是中年创业，因为人生的职涯当中不过外乎就是就业跟创业，那压花是一个就业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创业更好的机会，因为它的创业的相关的资金成本比较低，所需要的条件门槛也比较低。那它的发展性怎么样？我想在于刚刚讲的，在创意生活风格上面，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方面，因为现在我们政府有许多的活动，民间的企业也常常举办所谓的 event， 不管是活动啊、节庆啊、个人的 party， 它都可以应用到这个压花的这个设计，不管是在整个布置上面，或者是在这个礼品设计上面、纪念品的设计上面，都很适合。那学习的管道很多，我们也想问一下老师，从您自己个人的经验，还有您这么多的教学经验方面，如果想要成为艺术压花人员，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你一定要对花的执着，对花的兴趣，然后就是要自己不断的求新求变。那我们想问一下李老师哦，您刚刚提到说这压花这个创意产业可以跟文化创意产业来做一个结合，那如果大家想要成为艺术压花人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其实在这一部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基础是很雄厚的，因为台湾在节庆上、在气候上、在季节上，它有一些不同的属性。就像刚刚我提到说，不管透过樱花、兰花、菊花，或者甚至这个新老师讲的说，路边的野花野草都可以做成一个很可爱或者甚至很有趣的一个所谓压花的创作。那包含现在新老师讲到说，从压花从平面的变成是立体的压花，那就会变得说，哎，更自然、更有趣，然后更多元、更接近我们的生活。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新老师在以及我们的这个职训局的课程都可以在里面学习到更多的。那结合政府现在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不管是这个政府举办的许多各从中央政府到各县市政府的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竞赛，很多竞赛项目现在提出设计的内容、设计的产品，可是压花毕竟现在还是少数。那也许以后压花就变成是更主流的一些产品。那么艺术压花人员呢，就像是穿梭在花艺世界当中的魔法师，可以赋予花朵永恒的生命，制作出美丽的压花作品，既有环保意识，又能创造就业机会，是不是很让人敬佩呢？今天现场呢，特别再次谢谢两位来宾的参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观众朋友呢，如果对艺术压花人员这个工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您上职训局的网站职训一网来查询更多的资讯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感谢您的收看《职场达人秀》，我们下次见。